总统赖清德是出席中研院院士会议开播，伊是感谢中研院伫个近年碳排等领域研究，嘛强调中研院的进步就代表台湾的进步。今年无特别礼物院士头一摆出席安检。一鞠躬。向国父为上三鞠躬，连续四届中研院第35届院士会议才已正式开始。这是疫情了后用实体会议的方式进行。总统赖清德致辞时阵强调，中研院是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，一直用科学专业贡献国家社会，培养人才，佮提供国家政策建言。中研院的进步就代表台湾的进步。今年是中研院在南港院区的70周年。中研院以跨世代累积的研究能量，协助台湾度过各种挑战。面对气候危机，净零碳排已经是全球努力的目标。发布《台湾净零科技研发政策建议书》，倡议具体解决方案。马总统感谢中研院伫净零碳排等领域用心研究，表达上大敬意。虽然院士会议会选出40个新科院士，但过这几年来，当选名额一直落差，尤其是人文组当选人数一直偏低，顶一届只有3人当选。现在人文的院士比较少，有各种的原因，一个大环境的原因，念人文的人越来越少啊。像少子化一样，人口越来越少。每一个提名都在各个学科，恐怕会有一些遗珠之憾。也就是说，怎么样能够在跨学科推荐一些比较好的人出来？我想这个是一条路。在这一摆新科院士选举办法当中，第一摆在提名过程，都要确认被提名人是不是咱的国籍。那无咱的国籍，会建议转提名国院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